请看 VCR。今晚去按完电梯按钮，你说 A 要想解决问题，那就得来真的，我陪你玩点邪乎的。B 这位是我的妻子。C 昨天晚上咱就不能玩那么邪乎，你不听，这要是弄丢了，这怎么办？丢不丢人 ？D 有点意思。应该是 C 啊，昨天晚上咱不玩那么邪乎，你不听，这要是弄丢了，这怎么办？丢不丢人？请看 VCR。昨天晚上咱就不能玩那么邪乎，你不听，这要是丢了，这怎么办？丢不丢人？请看 VCR。我们夫妻同心，其利断金。你失去的，我帮你争回来。那我还有一个条件。说。以后不许再提假扮夫妻的事。三日合作后，穆婉清说不准再提假扮夫妻的事儿。你说 ，A 我行情好得很 ，B 手劲还挺大的 ，C 实在抱歉是我骗了你 ，D 好马不吃回头草，我得考虑考虑。我行情好得很，应该是这，不是吗？呀，我自己说我忘了。哦，好马不吃回头草，我得考虑考虑，不是吗？还有哪个？实在抱歉是我骗了你。完了，对不起，这不是我演的，你们认错人了，那就是 B 了。手机还挺大，为什么？我真的不记得了。啊啊，疼！哎呀，手机还挺大的。啊，我记不得，我真的完全不记得这一段。请看 VCR。好凉快，好凉快。穆婉清第一次喝醉的时候，你说了以下哪句台词 ？A 怎么了？怕了 ？B 老子还没娶媳妇呢。我会尽心尽力的护你周全。B， 你真不把老子当男人是吧？你真不把老子当男人是吧？对，这个我记得。你真不把老子当男人是吧？这句台词听起来还挺酥的。嗯，那场戏我记得还就是扔车里什么一系列的，哎，记得还挺细。This girl seems so beautiful.拍亲密戏份会害羞吗？我不会害羞，拍戏就是拍戏嘛。请看 VCR。如果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，公务繁忙。你最近到底怎么了？跟变了一个人一样。穆婉清说：“你最近怎么了？感觉像变了一个人。”你回。你不就喜欢那种端着的正人君子吗 ？B， 你们这些女人吧，真够麻烦。我不严肃吧，说我不正经；我严肃点吧，又说我有心事，我能怎么办 ？C， 男人嘛，不要听他说什么，要看他做什么。D， 你这么说话，我有点不太习惯。我说你们这些女人吧，是真够麻烦的，对吧？哎，不是吗？啊？哦，你不就喜欢这种端着的正人君子吗？对。玩笑也不爱开了。你不就喜欢这种端着的正人君子？我才没有。但是这些话都是我说的，我记得。啊，对吧？反正我很熟。请听题，穆婉清说：“别这么看着我，我的眼里没有阴谋诡计。”你回：“我信，这个我记得。”别这么看着我，我的眼睛里没有阴谋诡计。我信。刚开始见到她的时候是一见倾心吗？刚开始吗？不是。你刚开始觉得这个女孩就是坏我好事。生活中会对这种初次见面坏你好事的女孩一见倾心吗？刚开始坏我好事，我嗨，你觉得呢？这话就不用问了吧。请听题，你说了什么？穆婉清回怼，那也比某些人穿得像仪仗队似的好。应该是我说什么我这个忘了。婉清小姐，今天怎么穿着睡衣就出来了？那也比某些人穿得跟仪仗队一样强。哦。你怎么穿着睡衣啊？我想起来那场戏了啊！我想起那场戏了，对，那个好像是我穿的那个，就是大装的时候。戏里你们俩经常怼。对，经常。戏外呢？也一样。谁占上风啊？好男不跟女斗。到底是绅士风度还是嘴皮子不灵？哎呀，行了，就别聊那么深了，这个都没办法。请听题，穆婉清说我没有喝多，我为了帮你才去喝酒的嘛。你说帮我？好，我是徐光耀，下一句。哎，我是徐光耀，我在那场戏。哎，你要怎么对我？哎，你要怎么帮我？对对对，我记得那场戏。嗯，他喝多了。我没有喝多，就是为了帮你才去喝酒的。帮我？好，我是徐光耀，
你要怎么帮我？这场是你们第一次拍吻戏吗？是。紧张吗？工作就是工作。拍吻戏之前会做哪些准备？会沟通一下吗？对，肯定沟通，事前沟通，就是啊不舒服啊或者怎么样，都可能要交流一下。如果你不舒服或者说你没有沟通好，那可能有会有比如说障碍啊或者什么的，那你一条不过你还要再来，这个就是比较麻烦。这是拍摄多久的时候？哎，我不记得，可能过一半。那其实还算两个人熟了。算比较熟了。如果刚进组就拍吻戏，你 OK 吗？也 OK， 工作嘛。你觉得戏里被强吻的状态难演，还是主动强吻的状态难演？被强吻不难的，只用做反应就好了。强吻你还要就是，对吧？我觉得还是那个难一些。你之前不是耳朵经常红吗？还会吗？也会。现在也会。这次有进步吗？并没有，耳朵在生理反应，这没法进步的。你现在是有一个耳朵红了吗？现在应该没有，没有没有，太凉了。请听题，穆婉清第二次醉酒说：“你上次也是这样子，都傻了。”你说：“我知道，我就知道你知道。”然后你说的是：“我这完全不记得。”你上次也是这样子，都傻了。我就知道你是知道的。你是我。是我的，是吗？啊，天哪，太腻了！我都说了这么多腻的话，天哪！这场戏还记得吗？我真的完全不记得。请回答：一见倾心谭嗣令超自恋的一句台词是？这女孩子毕竟是女孩子，跟我比可能还差点，但是她有一点不得不服，她选男人的眼光真是厉害。请回答：一见倾心谭嗣令最 A 的台词。小四，给我滚出来！给我滚出来！小四，给我滚出来！是啊，你平时是自恋的还是超 A 的？我可能是这种第二种。请回答：一见倾心谭嗣令壁咚时说过的一句台词是？我对女人只耍流氓，从不来着。请回答：一见倾心谭嗣令吃醋时说过的台词是？哎呀，他们两个孤男寡女，我不放心。我不放心，所以你得帮我盯着点。现实中会让身边的好朋友帮忙盯着喜欢的女生和异性接触吗？哦，不会，我会比较信任你。除非你让我知道。如果当时是暗恋的状态呢？那我管不了的，我管不了，没有办法去要求。最后跟所有网友推荐一下这部剧。想看我穿军装的样子。I be like a boss, dress my best to show my pose, pose. Do like pro, wild in the jungle, filming goes. Popo, I don't give a fuck. My phone ring ring, don't need ya. Rock the whole city, don't get numb. Let me show you some. 那就来看一见倾心吧。他们从来不会对我撒娇，从来不会。谭轩麟能让我脱颖而出。他不会听我的，他喜欢哪个就是哪个啊！啊，嗨，你们啊，生气了？生气？喵。懒得理你。喵。我饿了。喵。开心。喵。你是老子的人，你别想逃。真的吗？我对你深情吗？